穿的不像穿的都是金木水火土，那个拆的比例，皮穿就是在最初穿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叫最初穿的皮穿叫老皮穿，到以后穿到河北去以后有没有变化的？他拿一个皮穿，河北变第二次变化的皮穿，这个皮穿在山西那地方叫新皮穿，咱现在就把新皮、老皮穿和新皮穿，咱要都掌握下来，但是要全面些。它是叫皮穿，皮穿的样子，斧斧，就是斧头的斧，砍东西。现在斧这个，这斧头不是铁的吗？斧斧属金，还要往那个金木水火土往来凑的时候就这样。老皮穿的，这个也是往烧麦前头刚回来的，后头这个章变成圈，前章套着的，再上来，就上来以后就是。就这样子，你讲古代的时候就收在这儿，这个章的形状大概是平，就是这个在起来的时候，大概和肩那么高吧。乱来以后这个平，进入平的，这个这儿起来以后就再往前再起来，这儿上面咱这个它的间隙系统是这么三个小动作，一个是这个抱拳前头摆步，在摆步的时候看30度，这个上部，这上部就成这个样子，很乱的。要贴上这个踝骨，这个踝骨它不是叫胫骨的，就是那下头，就是下端的突出那一块来着，这个叫磨胫骨。磨胫就是靠着这儿出去。他这个，手上就是这个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在实际做的时候吧，这个在实际做的时候，像不变的，这个是路上的。过来以后，这个边，这个还是个圈。你看你落下来的时候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它暗含的一个往前的一个大底的。它的，比方说的这个皮圈似乎就是这个老皮圈，新皮圈它不是这个东西。这个新皮圈吧，它仍然说成叫皮圈似乎。它是它和那皮裤的动作，它已经有变化了。它原来的形状就是这样，就是拿起来以后往前一劈，到前后以后就往前一劈。这是老皮拳。对，皮拳是虎的虎东西。我知道，是吧？虎的虎，皮拳是虎。像虎头。一般就是连河北青衣的那个，它都没这。没有这个老皮圈，就是稍微就是所说的这个皮圈似乎，这个老皮圈都没有，有新的皮圈，这个是第三次开始，第三次开始，